first dive from F1。吃饭啦，哈！我叫牛肉丝、干煸四季豆、番茄蛋汤，开吃。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因为朋友各个朋友给了我超级多这些辣椒面，我把装在罐子里，肯定很爽。开装。装好了，还两包没装，我怕装多了有点受潮。先这样吧。先烤了个鱼罐头，然后把那个鱼本来是芒果味道，就很奇怪嘛，我就把它的芒果酱给它冲了，然后就做成这种烤鱼了。开吃。蛮秋冬的，还有的这两个颜色。如果是这个巧克力。说你的话，我吃一个方便面，开吃。门啊，今天没有化妆，就涂了个口红。我脖子不知道最近怎么落枕了，就是这样转特别疼。本来昨天还稍微有点好了，结果今天就直接加剧了，就是躺在床上起床都很困难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本来我们准备今天去科隆的，结果就放弃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去一下一个巧克力工厂去逛一下。然后因为星期六和星期天没有大采购嘛，所以我们今天现在去超市买点东西。好，脖子超疼，希望这一周脖子会好一点。好多人。点了一个肥肠鱼，有一群朋友说这家肥肠鱼很好吃，开吃。还点了一个夫妻肺片，刚才的战利品吧，感觉每个人博主都在装修。买了一个这个化妆棉，然后一个这个巧克力。这说到这个巧克力，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，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第一年出国就是给我带的这个牌子巧克力。也是那种特别精美的包装，所以我这次回国给他买了一盒，然后买了一盒这个，这种球球的是最好吃的，我觉得。然后买了一个这个沐浴油，一个这个巧克力，它这里面有草莓干和杏仁干，感觉特别好吃。然后买了很多黑巧，这个是一个这种咖啡口味的。然后这个黑巧是加斯牌，然后我奶奶，我奶奶比较喜欢这种黑巧，我就给她买了这么多。它里面有90的、78的和85的，就超级苦的那种。我买了超级大一包这个球状的这个，这真的超级好吃。然后几片这个也是黑巧，就觉得包装蛮好看的。还买了一个这个，准备送我妹妹，是这种很漂亮的那种金色的这种包装。然后这个里边就没了。然后刚才去 DM 和 Hostmart 买的一些
给我妈买了一个这个，她觉得这个特别好用，就是很方便嘛，是这种泡沫的。然后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个颜色，在国内叫什么深棕，这是个巧克力这种棕。然后买了一个这个眼霜，打折7欧，我说早上可以用一下。这其实叫什么？我买了一个这个，是这个卡尼尔的这个牛油果的，这个我准备和 Jasper 一起染一下，试一下这个颜色，不知道行不行。然后我们顺手看到 DM 在卖这个电动牙刷，我觉得它包装就是它这个形，这个装形状，它这个样式还蛮像那个 Panasonic 的 ，Panasonic 飞利浦的那个 Sonic Care， 这也蛮简单的，这个是30欧。因为加进去这个都很脏很恶心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，因为我不是说脖子疼吗，准备等会儿试一下。然后买了一些啊，这个牌子我觉得比雪粉诗好用，之前我有说过的这个面膜，然后买了两个这个夜间的这种精华，这里边还有一些面膜，然后就没有了。我脖子巨疼，现在在看 Vicky 的视频，然后我有一个人肉的指甲。哦，我只能平躺了现在。谢谢你哦。今天的早餐，一杯咖啡，然后一片吐司，该吃。中间加的那，现在看到刚才那只松鼠了吗？清新，但是它是吃一下，做一下辣子鸡，就是首先要把鸡腌制了，然后把它炸了。然后这边是炸好的鸡丁儿，这里烧一锅油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是蒜末，然后干辣椒，还有花椒。因为是在辣子里找鸡丁嘛，所以辣椒一定要做。其实我这还算少的了。然后放了花椒，然后把这个蒜放进去，然后就一直翻炒它，一定要小火才能往上煮。翻炒它，把它们翻炒均匀，把香味炒出来吧。我想它的意思就是，真的超级。这已经有香味了，这样小火慢炒就完成了。但是我觉得吃起来一般，不知道是辣的太少了的原因。先吃个烤红薯，太脆了。我觉得它不用锡纸包更好吃，就是没有锡纸包了，然后吃起来没那么的像烤红薯，像蒸红薯。好了，我今天吃辣子鸡。面，好吃。德国的小伙伴给大家推荐这个网站，买东西真的是经常就是最便宜的，然后每次都要送两个小样，这次送了一个香水小样和一个这个类似于安瓶这样的吧。看呗，他们的袋子比爸爸的贵多。酸奶麦片，然后水果，还有一个芝士红薯，还吃一个这个咖啡，他说是焦糖的。刚才试了一下，感觉还蛮香的，有那种焦糖味，但是不甜，挺好的。这个牙光设计感觉有点卡卡的，这都卡住了，这么贵，哇塞，这什么鬼？哎，你看相同的这个牙光就比较好，终于给大家痛快到了，这个感觉特别圣诞节，最后。
今天做一个奶油鲜虾意面。做好啦，一杯芬达，然后一碗奶油鲜虾面，开吃。吃饭呢，今天吃这个炸土豆，然后蛋炒饭，然后泡菜泡的蒜儿。他昨天没吃完的，这是我今天又炸的土豆，然后炒饭，然后一个茶和泡菜。吃蛋炒饭一定要配热茶，有没有？刚才拿的快递，这是我前几天在破贝尔买的一件外套，它是这种加绒的，竟然才二手，然后我当下就买了。买了一个大号，然后就 oversize， 然后为了凑单，我买了一个这个包，真的超软，就是我一直其实想买一个死亡小腰包，结果就找到这个，这个是这种超冬天的，有没有？就刚好可以冬天用，喜欢，好舒服，而且它的毛，我拆了，其实现在应该是刚好到这个拆的时候，很多已经拆了，我看到，然后就有一些十几号和二十几号的没有拆，没有拆。所以我今天先拆一个一号，一号拆了，明天拆五号。不知道这里是个什么小的 cream douche， 是一个洗澡。这些我决定把它带回国用。泡椒牛肉丝，然后昨天晚上的肉末豌豆，然后蒸蛋，开吃，好丑啊！今天蒸蛋。超久没出门的，然后终于脖子稍微好点了，就可以这样了，之前连这样都不行。然后我现在去扔一下玻璃垃圾，然后去逛个超市。周五了，给大家看看我刚才去超市买了些什么吧。好久没有做这样的分享了，感觉首先是买了两瓶酒，因为要回国了嘛，然后 Jasper 就是给家里带的酒，他妈妈要求的带的一瓶雷司令，这个是有带这种酒标的，好像说是比较好，然后还买了一瓶葡萄酒，这是我在亚超买的鸡爪，一会儿准备做鸡爪，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，好久没吃了，就最近特别想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看到有人买了这个菠萝蜜，然后榨菜，还买了个螺蛳粉，因为最近经常一个人在家，我怎么一直在说？因为最近经常一个人在家，所以我就吃的比较简单，然后下一单。这个里边有一包这种红薯片，我没有吃过，这 Kaufland 的自产的一个高端线，这个牌子的外蛮好吃的，就是它做的零食什么的，然后买了一个这个爆米花，这爆米花看起来很好吃，是焦糖口味的，买了一包这个，这是那种怎么说呢，像燕麦米那种东西，特别有嚼劲儿，买了一个这个布丁儿，这也是我第一次买，然后我买了很多这些，我准备带回去，因为就是家里人喜欢，就我妈特别喜欢这些这种清洁用品，各种。然后两个这个巧克力，我也准备买回去送人的，因为这个在这边国内比较出名嘛。然后是下一包，买了一袋这个餐巾纸。然后买了一个这个牛肉，说这个牛肉比较适合来卤牛肉，所以等会儿就把它卤了。是，这个叫什么系列来着？这个牛肉，
哦对 ，King Patton 烤牛肉，就是特别适合来做那，因为它是那种牛腱肉嘛，就比较适合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牛骨，我准备在家做那个番茄牛骨汤。然后买了一个，其实这些就是刚才购就是超市视频应该看得到，这个就是这个超级便宜，这个有21个，然后它的价格才3欧多一点点。然后就是这个啦，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超好吃的那个草莓蛋糕，上面有杏仁片的那种。我买了一个这个，奇亚籽的吐司，然后买了一袋米，这个是比较接近就中国那种大米的泰国香米。给 Jenny 家里的猫买了一个这种小零食，因为 Jenny 家有只猫超级可爱。回国了，我想逗一逗猫，然后买的去骨的鸡腿，感觉都是在为回国做准备。这个是我买的那个，就是油纸，我想带回国用的。然后我的最爱的这个玉米片，在 Kaufland 买了一个这个指甲油，是这个颜色的，我想今天涂一试。我觉得指甲油这个东西感觉像一次性的一样，就是涂一次了，然后你第二次再去涂这个颜色就不是很喜欢了。买了一个葱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购物啦。它们全部堆在了这儿。刚才我涂的指甲油，然后我就洗澡了。我为什么要涂了然后去洗头？就全这样，还蛮好看的这个颜色。哎，这菠萝蜜好好吃啊，就还有一点点的冰渣的那种，超好吃。吃这个了，还蛮好吃的，它是那种咸口的，像薯片一样，但是它比薯片要厚一点。大家所谓的是红薯片，鸡爪，买的这几个都挺好吃的，这个也很好吃，很脆，然后真的是每一颗都裹满了这个焦糖。肉也卤好了，今天卤的可能有点久。背着我的小腰包，我们今天去科隆玩，然后就逛一逛，就是出回国之前最后一次去那边。然后我们今天穿的过来过来一样的，其实还早就有这件衣服了，然后我觉得蛮好看的，所以我今天去买了一件一样的。超久没戴美瞳，感觉这里都没有涂匀。克隆见。Wir kommen zum Österreich. Um 11 Uhr 54 von Gleis 10. An den City-Express nach München übernommen. Über Siegburg-Bahn um 11 Uhr 55 von Gleis 6. Und an RB.拍，逛一下这个圣诞树。
少钱了？十五，五块一盒是吗？我买的这三点呢？是不是老板？买嘞。当打底，当打底可以。嗯、你要买我。好可爱呀、啊，乐高。毫无悬念，今天出来吃的火锅，点的这个牛杂火锅。First Noel the angel did say was to certain poor shepherds in fields as they lay, in fields where they lay keeping their sheep on a cold winter's night that was so deep.Noel, Noel, Noel, Noel.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. They looked up and saw a star shining in.
Swing-Version, eigene Swing-Version von Robbie Williams, von seiner eigenen Nummer Swing Supreme.这周的 vlog 就到这里了，超累的，去修仙才六点钟钟，天已经这么黑了，那我们下周见吧，Bis nächste Woche，tschüssi。